那个蜀山啊，我在戏里面只走了三步路，其他的时间全部都是飞的。蜀山是的，可以说是蛮辛苦的戏，就是光试妆嘛，不是光试妆也就这样子弄了十天，上面就往身上丢布，丢布，对，每天就这样十个小时。模特儿就一直每一个礼拜是吧？一个礼拜搭了一个礼拜，好不容易弄出来了一个造型，后来呢，我从因为这部戏啊，人家行这个宣传稿子之前形容我是纯情玉女林青霞。然后自从这个仙女造型出来之后呢，宣传稿是中国第一美女林青霞。哇，真是，哎呀，这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就是我们拍《东方不败》啊，他说很辛苦很辛苦，好不容易拍完了，我们就在那个福临门吃饭，我们几个徐克跟你，然后好，我跟他跟季导演，我说导演，哎呀，都太高兴了，我们电影终于拍完了。导演说，不过我明天早上九点钟走。他说你明天几点钟走？我说九点。然后你明天上飞机以前呢，补一个镜头。啊，我脸都变了。导演忍不住笑，结果那个镜头是真的是很需要，那是我第一个出现在《东方不败》电影里面的镜头，就是我戴一个面具，哎，从那个树林里这样飞出来，那个面具给树刮掉。到底你最喜欢的挑一部电影是挑哪一部呢？还是个进步不够呢？当然是《东方不败》了。谢谢，这很亮，很开心的事情哦。我们带他去宣传，那时候在韩国，简直疯掉，简直机场都排满人的。到现在你去韩国跟着《东方不败》，他们还知道，他们叫他"东方女神"。